个女人如何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厉害，这条视频呢可能会改变接下来二三十年的生活状态，所以我建议你点赞收藏起来慢慢看。第一，永远要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，能让你自己变厉害的只有你自己。你可以爱孩子，可以爱老公，但他们绝对不是你生命的全部。第二，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，不要逢人就说你的委屈，也不要把不满写在你的脸上，没有那么多人能够理解你，你要学会合理的发泄你的情绪，控制调整自我情绪。第三，一定要远离总是能否定你的人，这种人其实就是在限制你的成长。就像很多男人说，哎，你这个脾气除了我之外还能有谁受得了你，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个女人。所以跟这种总是爱否定的你的人在一起，你就慢慢变得开始不自信，这种人可以尽快远离。就像是黄渤说的那句话一样，人在最弱的时候坏人真的很多，生活不会因为你的哭泣而对你更加温柔，这个世界对你温柔来自于你自身的强大。